今天教你们一个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有手就能做的调料的配方，在屏幕上，关键的就是奥尔良粉和可乐。大葱生姜打底，放上鸡腿肉，今天有一点点感冒了，就不喝冰的了，来一壶水果茶补充一下维生素。看看这鸡腿肉的光泽，重点是还特别的多汁。来，先给你们吃一口，因为倒入了料汁的关系，米饭也超级有味道。再来一口暖乎乎的水果茶，要不要给你们添副碗筷啊？